哎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潮汕梅汁青芒，潮汕特产，美容养颜，吃过一次就爱上。这玩意咋吃啊？剪开呗。开袋即食写。开袋即食。得老酸了我，这是不是得蘸辣椒面吃啊？吃吃，拿一根吧。这一根挺大的。酸酸吗？酸酸。还行，挺好吃。都脏话了，完了。哎呀，白瞎了。还行，挺好吃。我新衣服，那挺好吃的，那有点像萝卜。它是当一个甜食吃吗？应该是吧。还是当菜吃啊？应该是当甜食吃的。当菜吃得蘸辣椒面吧？挺好吃。挺好，真挺好吃。嗯。辣椒不说，不咋太酸，其实还挺甜的。完了，感觉很生津。嗯。吃完了嘴全哈喇子。它还泡了梅汁，我觉得梅汁本来是甜的，它可能综合了一些芒果的酸，用糖腌的，热量还挺低，不错，这真好吃，推荐给大家。嗯，那海苔味儿，主要有汁嘛。这叫硬零食吧？太硬了。咋吃啊？咬不动，咬不动。哎呦，我牙要崩掉了！妈，随风而来啊！不是我看，太不雅了。我丹丹还没咬碎呢，朋友们。太硬了，牙口不好的建议不要尝试了。而且特别粘牙。嗯，小时候老吃。啊，秀豆。嗯，我们小时候还有一种糖叫超刺激。还有那种，还有一个臭味的糖，啊，独立包装，这个行，这真童年回忆了。哎呦，这真是，感觉能咬动，我真酸，这挺酸，它这个酸来源于啥呀？不知道啊，柠檬酸吗？应该是吧，苹果酸，还挺好吃的。那这你只要能扛过那个开始的那个阶段，后边它就是普通的糖。嗯，它就是在外面抹了一层那个霜，我感觉甚至也没有那么甜。还有一个是广西酸野。广西酸什么野吧？啊，这里面有沙梨、李子、萝卜、芒果、刀豆、桃子、葡萄、牛肝果、嫩姜。但我这些东西也是路边卖的那种啊，我在视频上看过。我感觉那它是不是得配点大米粥吃啊？它就是单吃的吧，它是开胃的吧。广西吗？还是沿海地区都有？用手吧，拉大点。你尝尝豇豆。是豇豆吗？朋友们，就是咸菜。是不是买的不正宗啊？就是咸菜，泡菜，圆白菜，这不就咸菜吗？还挺好吃呢，就点大米饭，应该吃点肉的，吃火锅的时候很适合。它应该不是这样的路边卖的，这个太像咸菜了。还有辣椒，主要是这里面。谁要是没事说看电视能吃一袋子这个，那他真是有点本事。咸的，我舌头有点麻。我咋没看到这里面有水果呀？我目之所及，这里面就是豇豆。这个吗？圆白菜，这啥呀？橄榄吗？橄榄还算水果吗？吗？李子、小李、大萝卜、大蒜。很特别。还有吗？还有别的吗？还有一个喝的，这是喝的吗？我有点期待。东南亚最酸饮品，泰国酸甘水，可用酸甘水呀、啊，它叫甘水。啊啊，甘水啊，你要就甘水酸甘的水啊，酸甘是一个。让你说成轻声，酸甘水。可用于制作饮品，亦可烹饪菜肴。据说酸度是柠檬的100倍，尝尝。这腐蚀肉啊呀，这弄老那么老酸，一点点吧。尝尝。嗯，闻着像。哇。啊、哦，酸吗？哇。酸酸吗？酸酸的呢。啊、是酸酸吗。嗯。哇，这个。哇。它就是这么。哇。
我这也太难，这里边还有白砂糖呢。哇，这个还有柠檬酸。那他说一些色素啊。那他说比柠檬酸一百倍。挺做菜我估计行，或者在奶茶里头。接个味儿，还有点欲罢不能呢，该说不说的。舌头有点疼。青柠檬，青柠檬的那种味儿，不是那种黄色的柠檬味儿。真有点酸，这个最酸。真酸。推荐成都，最推荐那个青芒果。嗯，那青芒果真好吃。